4月9日，陈意涵在微博晒出与好友一起相约打羽毛球的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暌违一年的羽球聚会，大家都没变，我却多了一个蛾子，真是太神奇了。”照片中，陈意涵扎起马尾，素颜出镜，一件白色运动吊带穿在身上，元气满满。在与几位好友的合照中，他则穿着运动外套，羽毛球拍扛在肩上，笑得非常开心。看到他的运动照，网友点评道：“多了个蛾子之后，球技有变更厉害吗？”陈意涵则逗趣回应：“眼睛突然容易花，哈哈哈。”还有网友搞怪表示：“又丢下蛾子出去玩，大家快组队去偷多钱呐！”更多精彩，请下载中国蓝 TV。